那个代替赶活回来晚了哈，先一会儿吃吧，馒头出来哈。哎呀，来点好菜。老妈，来，老公，来点这个外婆菜吧。哎呦，咱弄小吃。你尝尝这个菜怎么样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尝这个菜怎么样，老公？来，一会儿吃吧，老公哈。你用个馒头夹个菜吃。哦，还有肉嘞！这是啥呀？这太好吃了！家人们，哎呦，这是外婆菜哈，里边有腊肉，家人们啊，它里边是辣，有点辣哈，有一点甜，家人们。如果有喜欢吃这上咱小黄车可以去下单，家人们啊。19.9块三桶哈，家人们。哎，你看这肉，你看看，尝吃吧，老公。你看这个，家人们，这个携带方便出门哈，带上一桶这个，这个拌米饭吃，拌咱家里的面条吃都可以，家人们哈。这个上下班，这个上班回来不愿意做饭了哈。这是咸菜吗？这纯粹的肉炖咸菜。不愿意炒菜哈，不愿意炒菜的话哈，你就来上一锅酱。来一个馒头一吃啊，非常好。你看俺这小宝宝，来宝宝，好吃吗？宝好吃。这边来儿子，这边来，家人们，你看了吗？你看我这小宝，好吃吧？来，给我来一点，大助理，给我来一点。家人们，如果有吃辣的，家人们可以上咱小黄车拍哈，它里边有腊肉哈，嗯，好吃吧？好。家人们，那里边有腊肉哈，怎么样？大助理，今天这个菜怎么样啊？家人们有喜欢吃辣的，上咱家黄车去捞就行了哈。贵吧？不贵，19.9哈。这一桶是280克，家人们，一桶280克，19.9三桶。咸菜味儿，去捞就 OK 了。咸菜加吃出排骨的味儿来，哎呦！刚想了就是那么大块肉，你看吧，那么大块肉。喜欢吃的老铁们哈，搂就行了，搂就 OK 了。还不是像怎么那会儿小肉慢慢或者到嘴里嘴掉了才能尝出那肉来，这现在一大筷子肉的。好嘞，拍完了，别吃了。行。拍完了。可不行，别吃上了，然后再。走了，拍完了。别吃了，来。好。